The moment is now. Are you ready? 让我们来一起玩 Armis。大家好，我是 Socheat， 来自柬埔寨。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 Horse Arrest。在该任务中，我会用以下的四字，而在四字中的主要三个 civil 就是不会离那个 coastal water 两格以外。你看看，就如以下的四字一样，不会离两格是最大了。那在任务中，我会在我对手的周围制造一个屏障，通过使用我的棋子在左边做一个屏障，而在右边又做一个屏障，而里面困着我对手的棋子起码有七个，而我就是这样保持这样的状态赢得胜利。那我们开始吧。电脑已经接受我的四字，所以我们开始可以玩了。首先是由我对手他开始移动他的棋子，而就是在他移动他的棋子之后，就由我来移动。现在我对手把他的 Marine 移动到 Coastal Water 那边，所以现在我会用我的 Mover 来推动我的 Coast Guard 到 Coastal Water。 到 Coastal Water 就我的 Coast Guard 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因为它在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自由移动。现在我的对手把另外一个 Marine 也移动到南边来了，所以呢，现在我的 Helicopter 就是有危险了，所以我要拿我的另一个 Marine 也是移动来往南边移动，这样它可以保护我的 helicopter， 而是由两个 marine 来保护我的 helicopter。 好了，我的对手把他的 marine 用来除去我的 helicopter， 那现在我把我的 marine 拿来除掉我对手的Marine。 那我的对手呢，可能把他另外一个 Marine 也拿来除掉我的 Marine， 那么我会把我的另外一个 Marine 拿来除掉我对手的 Marine， 所以看看他的决定，他就是决定交换 Marine 的。好了，那我就把他的 Marine 除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我的 Coast Guard 把它移动到北方。好了，我对手把他的 President 也移动到南方来了，这样他会威胁到我的 Marine， 所以我要把我的 Marine 向北方移动到 Coastal Water 那边，这样我可以避免我对手的 President 的攻击，又可以威胁他的 President。 好了，他决定往撤退北方了，那么现在我会他的 President 没有保护他的 Army， 所以现在他的 Army 就是很危险，所以现在我可以把我的 Marine 拿来除掉我对手的 Army， 很安全的，因为我没有收到他的 President 或是
Vice President 的威胁，所以呢，现在他选择把他的 President 往 南方移动，所以他这个移动就使我的棋子在南方就是有危险了，因为他没有受到保护，我的 President 也是保护不到我的全部的棋子的，所以现在我决定把我的 Marine 往 南边撤退，这样我可以保护我的其他棋子，又可以威胁我对手的 President。 现在他把自己的 President 撤退往西方移动，那现在呢，我会选择把我的 Religion 不，我选择把我的 Coast Guard 往北方移动，那这样呢，我会把它放在 Port de Valais， 在下一回合，因为可以当作桥的作用，让我的 President 往北方移动。现在我的对手呢，他也是决定把他的 Coast Guard 推向 Coastal Water。 现在我把我的 Coast Guard 往 Port de Valais 移动，然后在下一回合我会把我的 President 向北方移动。现在我的对手把他的 President 向西方移动，那么现在我把我的 Vice President 往北方，除去我对手的 Helicopter， 我可以通过 Coast Guard 才可以往北方的，因为一般我们不可以超过 Port de Valais。 那现在我对手把他的Media 也是往南方移动，那么接下来我会把我的叉也是向北方移动，因为我就是在这里要建造一个屏障，所以我开始建筑一个，然后剩下两个，另外一个两格我会继续做。那我对手把他的 President 撤回北方了，那我现在会把我的 Jet 往北方移动，这样就快要完成我的屏障了，我只剩下一点，最后我会把我的 President 拿来当作屏障，就是放在这里。现在我对手把他的叉移动到西方，那么我现在 我把我的 President 移动到东方，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屏障了，所以也是我的任务也是完成了一半。现在我对手呢把他的 Diplomat 也是向南方移动，那现在我会把我的 Religion 向西方移动，这样我才可以把我的 Vice President 有把它移动到西方，不然它没有通道的。现在我对手把他的 President 也是往西方移动，那现在我把我的 President 向北方移动，然后再把它向西方移动。那么现在我的对手呢，把他的 mover 也是向南方，不，向北方移动。那现在我会决定把我的 Vice President 向西方移动，如计划一样。因为我要用我的 Vice President 找办法把它
除掉我对手的 Vice President。现在我对手的 Diplomat 已经移动南方，所以呢，现在我会决定把我的 Marine 不，现在我决定把我的 Vice President 要向北方移动，这样我就可以威胁到我对手的 diplomat。可是呢 ，diplomat 就是由他的 president 保护，所以他没有向别的地方移动，反而他会把他的 mover 推他的 aircraft carrier到南方一格。那我现在决定除掉他的 diplomat， 看看他会不会用他的 president 来除去我的 vice president 呢？还是他决定撤回他的基地？果然，他就是选择撤回他的基地，因为他不想失去他的 president。所以现在我会把我的 Marine 也是往西方放在这里，所以可以威胁到我对方的 President 和叉。那我看看现在他的反应，他也是选择往东方移动，所以可以逃出我的 Marine 的除气的捕捉。现在我决定把我的 Army 也是往西方移动，因为我要用它来建造一个屏障，所以现在我决定好了，对方他把他的 Vice President 也是移动到南方来了。现在我把我的 Army 往西边移动，然后我再把它往北方移动。那么现在我对手呢，把他的 Jack 也是向南方移动来了。那么现在我想除掉他，所以我要把我的 Army 也是往原来的位置，也是东方，所以我可以这样威胁我对手的 Jack。 哦，这样他就是飞到我的基地来了，南方，所以我决定把我的 Mover 也是转换到别的地方，就是把它转到西方，这样我的 Army 就可以除掉我对手的 Jack 了，因为刚才我的 Mover 挡住了，所以我的 Army 没有办法除去。所以现在我的对手呢，他决定把他的 Jack 往北方撤回，所以我现在决定把我的 President， 好吧，因为把我的 President 往北方，所以我可以威胁到他的 Jack， 所以就他现在就是无路可逃了，因为如果他为南方就会被我的 Army 捕捉。现在我对手呢，把他的 Coast Guard 向西方移动一点，所以现在我把我的 President 来除掉我对手的 Jack， 然后呢我会把他撤回原来的
地方，让它照样变成屏障。现在我徒手把它的 media 刺为北方，而我现在把我的 president 也是刺为我原来的西方。然后下个移动我会把它还原。现在我徒手呢把它的叉乘上它的 cos guard， 而我呢会找办法把它除掉。现在我把我的 president 往西方移动，到原来的往东方移动，回到原来的地方，让它形成一个屏障。现在我对手的 media 往向南方，我现在决定把我的 marine 也是往北方，不往东方移动，这样我就可以威胁到我对手的 cos guard。 所以呢现在他可能要往北方一点移动。哎呀，他们有想移动，那么我现在就可以除掉他。可是现在是好机会，他的 Vice President 没有保护他的 President， 所以呢我可以趁现在除掉他的 President， 所以是个好机会。我 Marine 又没有受到威胁，然后接下来我会找办法除掉我对手的 President。 好了，我对手呢把他的叉已经撤回基地了。那现在我会把我的 Marine 来除掉我对方的 Cos Guard， 这样我就不用麻烦了。然后接下来我会找办法除掉我对手的 President。 那么我就等着看。现在他把他的 President 只是往南方移动，他这移动就是威胁到我的 Media 了，所以我要找办法掩护。现在我选择把我的 Legion 移动到他的 President 的前面，这样我的 Media 就受到保护了。如果他选择除掉我的 Legion， 现在我对手呢把他的 Media 往北方移动。现在我看看他的 President 会往哪里移动呢？现在我把我的 Army 往西方移动，因为我要以他和 Vice President 合作，以便找个策略除掉我对手的 President。 而现在我对手呢把他 Vice President 向北方移动了，而他这移动就威胁到我的 Army， 所以我现在要找办法躲开他的威胁了。所以我现在决定把我的 Legion 把它移动到我的对手的前面，这样可以掩护我的 Army。 由你所见，他的选择只有除掉我的 Legion才可以向前，可是如果他除掉，他会受到我 Vice President 的捕捉了。所以现在他决定把他的 Legion 也是想往西方移动一下。那我现在又把我的 Army 向西方移动，
这样我就可以威胁到他的 president。 那现在他又把他的 president 向西方移动，而这移动是威胁到我的 army。 所以现在我把我的 region 来挡在他 president 的面前，所以我又可以避免受到 president 的威胁了。那么现在他决定把他的 religion 也是向北方撤退了。那我接下来就是把我的 army 再往北方移动，所以我这样就可以威胁到我对手的 vice president。 所以他只能往北方了。现在他反而选择把他的叉刺回西方，看样子是因为他往北方也会被我的 Marine 捕捉。现在我把他的 president 给除掉，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专心制造一个屏障，因为这是我的任务。现在他把他的叉向南方移动，和现在我会把我的 Vice President 向北方移动，以便制造一个屏障。那现在我制造了一下了，那么接下来我会制造一整个。现在我的对手把他的 mover 推他的 submarine 到东方。现在我把我的 religious 往北方移动，然后接下来把它做一个屏障。我对手把他的叉向北方移动，那么现在我把我的 religion 也是向北方移动，这样我的屏障也是快要完成了，只差一步了。我再把我的 army 向北方移动就可以了。现在我对手把他的叉向南方移动，那么接下来我把我的 army 向北方移动，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就完成，可以完成制造一个屏障了。所以现在我对手呢，把他的 religion 往南方移动，现在我把我的 army 向北方移动，所以就是屏障已经完成了，左边跟右边已经完成了我的屏障。所以接下来呢，我会把我对手的里面就是。现在对手把他的叉向北方移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已经超过七个了。所以现在我会照这样的状态取得胜利。我把我的 Marine 除掉对方的 Reserve， 然后接下来我会把我的 Marine 除掉我对方的 Flag。取得胜利。那么现在我对手呢，把他的力针往南方，所以也没有影响到我的胜利。现在我把我的 Marine 除掉我对手的 flag， 所以胜利了。谢谢观赏，祝你们好运。